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段铡美案，就是包公铡陈世美的故事。我非常喜欢这个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个反面人物，有点跟平常我们安公老生规规矩矩那完全不一样的陈世美。你看他经常有这个眼神，他不正眼看你，因为他心虚嘛，啊，雇凶杀人，你想想他还了得啊？总是这瓢，这个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要请上一位我的老搭档跟我一起来表演这段铡美案，咱们台上见。